11月16日 ，YY 直播新锐影响力盛典在北京演艺中心正式开幕。作为首次面向行业和公众举办的直播新锐影响力盛典，现场邀请到大半个娱乐圈大咖出席，场面盛大，令无数直播粉丝欣喜若狂。流行天后李宇春、综艺霸屏才子刘维、流行乐实力女歌手许飞、新锐实力唱将张碧晨等明星大咖的悉数登场，让当晚的北京演艺中心星光璀璨。英勇之恩就是将你的手环，只有经过清晨才能夜深夜盛典当晚，除了星光熠熠的明星主播阵容，各界行业巨头的加入也让现场增色不少。随着直播行业的大热，吴宗宪、刘涛、张一山、范冰冰等两岸明星加入引起的大范围吸金效应，可以预计2017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明星入局直播行业吸金。这不仅会大大的刺激直播行业的进步，也会对草根主播来说也是新一轮的挑战与机遇。酷流乐北京报道。